林将军，深夜造访是何用意啊？听闻萧世子府上有贼人作乱，在下特带黑甲卫前来，助世子擒贼。林将军，这府上也未丢失什么财物，就不劳烦林将军了。松口。前些时万将军府上也失窃了，这贼人太过于猖狂，若不早日擒住。 都城难免人心惶惶，还请世子迁就一些。搜！你，林不疑，我乃雍王世子，身居都城，此府等同雍王府，你再敢藐黑甲卫，擅闯王后府啊！萧世子，就算今日眼前真是雍王府。 在下想进，也一样进。林不疑，你说什么？少主公，属下已经搜过了，并未发现贼人身影。 凌将军，即使一无所获，就赶紧带着黑甲卫早些回去吧。啊！忠义公古，这可是圣上的御笔亲题。自然啊，我父王毕生戎马，助圣上打下万里山河，封王戍边，这四字，便是圣上。 对我们萧家人的盛赞呢？雍王的忠勇，圣上看在眼里。虎父无犬子，相信萧世子也不会让圣上失望，对吧？那是自然。继位抓到贼人。 在下就不打扰了，走。这凌不疑是不是对咱们起疑了？那樊将军那边，这凌不疑阴魂不散呢。此时我要是交火。 岂不是中的手里了？樊城，再等等吧。阿父，谁来了？万伯父。哎呦，贤弟呀！哎，弟父，哎，恭喜万兄！听说圣上册封老夫人为郡夫人。 今日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哎呀，为人子女，一世打拼就是为了光耀门楣。如今阿母被圣上册封，我竟觉得比自己升官还要荣耀啊！<笑>万兄至孝，吾等佩服啊！哎，贤弟里边请啊！哎呦，哎，万兄，你这是？没事，就上而已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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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万伯父这屁股是怎么了？ 记得那日你走之时，传来了那个猪一样的叫声，你猜怎么着？原来是我大母把我阿父给打了，险些没给打死。不过你说也奇怪哈，怎么能把阿父打成那样呢？哎呦，少给我惹事啊！ 叮嘱我了，说若我再与人打架，回去定让我吃板子。那今日亡灵可来啊，你可得忍着点。你放心，今日我绝不动手。依依。
走了妹妹，哎呀，我突然肚子疼，要回房一趟。那我随你去，你别随我去。你是主人，你得照顾客人啊。这府中我都来了几日了，我定能找着着。快去快去，那行，你注意点啊。没事没事。哎呦。 七七，这就是你家待客之道，竟将我们撂在这破地方无人招，这都归我管。行，那吃饭我也喂你，如厕我也陪你，如何？哎，你得，寒舍简薄，原不配你们大驾光临，这原本吧给你们发请帖，也就是客套一下，谁知道竟真来啊！你不是请了许多少年郎君吗？我又不是为你而来的。 专程来我家看郎君的吧？嗯，哎，你们行行好，今日是我大母寿辰，你们能不能收敛一些？哎呦，听万将军说要领今日来的儿郎们去演武场耍耍，我只不过想去看看热闹，这是你家，我们不好乱闯，才来问你的。这新家吧，我也搬来不久，要说这演武场在哪？在哪？ 在哪儿呢？哎，在哪儿？哎呦，七家子，哎，妹妹来了，好点了。嗯，走吧。陈少商，你着急走，该不会是怕遇见十一郎吧？哎，也对，当日你吹牛啊，被逮个正着，真是丢人现眼。阿离。 你在此作甚？我坐会儿。伯母跟我说，让我照看你行事，你跟着我便是了，不要在此地非议他人。楼瑶，你竟有功夫来管阿离？听闻昭君妹妹与娄家在商议退亲之事了，天晓得你是如何不堪，如何蛮横无能。昭君妹妹这才迫不及待与你推掉婚约的。 换成我，早没脸见人了。你，七瞎子，男女之间议亲，成与不成便都是常事儿。王家娘子如此说何昭君，说她因为退亲无脸见人，被何昭君听了去，这事儿可不得大了。就是，我说的又不是何昭君。多谢陈娘子仗义执言。好你个楼瑶，竟与她一唱一和，难怪昭君妹妹要与你退掉婚约。 我看呀，也就这粗鄙无闻的程家丫头配你。都别吵了。今日万家老夫人作寿，咱不能吵闹百姓。王家妹妹心直口快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郡主果然是郡主，言语斯文周到，倒不像某些人。王家娘子，你不如跟郡主好生学学。 别整日待在一块，好的没学成，竟学着了跟我这种粗鄙无闻之人吵嘴。你放屁！嗯，郡主，他说你放屁。不，我没有。你有。我没有。有。没有。你有。我掐你。
林将军来了，林将军，林将军，原来是林将军。素闻将军久在沙场，难得，今日有此雅兴。将军，可愿一试？在下平日初见，必要取人性命，如此孩童玩物。 林将军，今日万家寿宴，不要扫了大家兴。投壶有甚意思？那边的风景更好。不知袁公子是否愿意同在下一同赏花？好好。哎，大家好啊！吴贵大人，请。客人好。多吃啊。 吃好喝好，千万别客气。哎哎，李大人，别客气啊，多喝两杯，一定要多喝两杯哦。少喝，多喝两杯。多谢多谢。程贤弟，文兄，哎，一会儿人得单喝一杯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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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见惯了风沙，我看这庭院之中也无花可赏啊。阿离，听话，跟我回去。不回去。大伯母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带着你回去。伯母不想跟你回去啊。为何不跟我回去？哎呦，我方才刚说到十一郎，这不就在那站着吗？身边好像还有一个袁善见公子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十一郎与袁善见公子，你们看，你们看。袁公子，你可会笑？凌将军哪里话？你我究竟谁不会笑？甚好，那能否请袁公子随林某一同笑？照相在咱们这边看呢，袁公子不如朝着这些花儿笑吧。沈一郎一直在冲你笑，是吗？我怎么瞧不真切？看不真切？看不真切？那有座桥，咱们上桥吧，那看得更清楚。桥？我们也去。阿离，公子，他们是女子，你是男子，你也要去看十一郎和袁胜剑，留下吧。他们这是要作甚呢？啊！万兄，今儿不是林将军和善剑公子来了吗？我倒是出什么事儿了？
原来是想看俊俏郎君的。 将军，你带我们过来，不会就是为了看这些女娘们吧？诸位公子可看好了，这风景可不多得。靖州，你看，十一郎他看你了。哎，诸位，你给我看！哎，你躲开他，别挡着我！他不接近，千万不能上轿。别挡着我们！ 敲他之时，程家四娘子正跟七七在一处呢，怎么可能啊？袅袅若是生就一副你这样的脑子，自然是不可能。许是碰巧而已呀，袅袅怎会知那木桥何时会塌？
是当年公输盘大夫为相助楚国的国君所置，学名叫做叠骨桥。其实只要抽出其中几块木头，再有人踩上去时，整座桥瞬间击垮。阿母意思是，袅袅看破其中奥妙后，借机设陷，诱入那些小女娘。如此一来，他在与不在。 照样可用此计策。皇家娘子一直在寻袅袅的不痛快，袅袅如此报复也是情有可原。若换作是年少的我，更厉害的事也做得出来。啊，对，哎呀，阿母没怪罪袅袅将此局设在咱们万府就好。 这有什么好怪的？他让万福在桥头桥尾各立那两块木牌，不就已经将万家宅请出来了？是。不过适才我已修书一封，将此事告诉了袁一夫妇，这事儿也得让袁一知道知道他女儿究竟是怎样的人了。阿母，如此一来，袅袅必受罚不可呀！人生世上。 其实此事也无恶果，那些小女娘不过是形容狼狈了些，但我看钟家大人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也就是万老夫人见多识广，心思细密，那些小女娘乃知晓其中原委。此事啊，从头到尾袅袅安排的毫无破绽，兄长和四父尽可放心。 回头只消好好跟万家诚意之歉就是。此事不能这么简单算了，我要罚他，重重的罚他。今日好在被万老夫人看破啊，要是被别人看破了，我看袅袅并非不知自己做的不妥，而是明知做的不妥，他还要做。他自是聪明了得。 觉得什么都可以糊弄过去，如此张狂，的确是要闯下大祸的。哼，我今日就要折折他偏激的性情。将军，你究竟想怎样？我既许诺夫人，便信守承诺。请坐，取行杖来。 来人！兄长是要对袅袅动家法吗？袅袅才几两肉啊，兄长一巴掌下去就能把袅袅给扇晕了，还用得着？这么长的刑杖，你不知袅袅胆大心细，寻常的阵仗吓唬不住他。那这次定要让他狠狠的吃点苦头，出点血，才能让他长记性。将军，你就不怕袅袅就此恨上你吗？夫人说的没错啊。 所以啊，不要由我来打，由夫人来打，啊！我可是用心良苦啊。什么人？收服袅袅这般桀骜的孩儿，得软硬兼施才行啊。你打完了，总得要哄了吧？咱们夫妻二人总得一个软，一个硬啊。将军想得可真周到。多谢夫人夸奖。 小宗，快去把女公子给我带过来。是。我记如下啊，待会儿啊，我先躲在庭外啊，免得自己心软。等袅袅过来了，夫人就大发雷霆，镇压于她。就在此时，夫人气急，一摔头杯。三弟和弟父啊，就假作匆匆地赶过来。
你俩呀，得声泪俱下的替鸟鸟求情。啊，夫人呢，啊，一番无奈的，啊，勉强应下，要很不情愿的，才留下他一条小命的模样。啊，旭伯倒是会唱好戏。就是啊，为何我们夫妇也要配合兄长演戏呢？你们当真不懂我的用心良苦啊！今日一定要让鸟鸟知道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不要觉得有人兜底就可以胆大妄为。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夫人，可别忘了，以摔杯为号。你君请女公子去九追堂。女公子，这次要我去喊谁？这次谁也帮不了我了。万家今日瞧他，可是你坐下的？为何屡教不改？没有为何，只是想出口恶气罢了。今日出门前我叮嘱过你，若再惹事定不会轻饶，你为何还是要做？做便就是做了，少商远远未指望阿木会放过我，要打要罚随便。好，你敢做敢当，我也不必手下留情。秦聪，军法伺候。女公子，快些认错。我没错。女公子，少商没错。阿母若要罚，尽管罚来。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到底是打了还是没打？这娘娘性子倔强，就算真打疼了，她也不会喊疼的。那可是军棍呢，连军中的儿郎都受不住的。大兄，就这战场我瞧了，都觉得发懵啊。这原因阿子过往在军营里行军法，什么情形？啊，那场面。任凭谁也要下不胆，只要我家元义一声令下，那武臂呀，唰唰唰的就走到帐外，两两分侧把守住帐门。那军营里啊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，只听军帐里头哭嚎啊、惨叫啊。你果真认罚，就算是皮开肉绽，也在所不惜。阿母只管打来。好，好个只管打来！今日我若不管教你如何服众，如何约束成事全家，
秦聪，只管打。不许徇私留情。糟了，这是动真的。不是说先打一阵，然后再摔杯为号的吗？就怕等不到摔杯，娘娘小命就没了。你还杵着干嘛？快去看看呀！江县止步！看你们谁敢拦我！住手！谁敢再打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元一啊，就算是袅袅犯了再大的错，你也不该下此重手啊！他可是你我亲生的。司母怎么打得这么重？快，快去请医师来，这得赶紧上药。袁丫子，我从未如此钦佩于你啊，竟舍得如此下狠手对自己亲生女儿啊！少商即便有错，袁雅子就不能够言传身教吗？何必行此大法？动辄加以棍棒，不耐给予教诲，这顽童又如何能成才？好得很，挨打的不出声，出招的却来质问我。你们一家人，小的有理，大的也有理，到头来没理的偏成了我，只我一个是恶人。三弟，你即将去华县赴任，将他一并带走吧。这孩子，我萧元一从此不会再管。一言，我一定睡吧，阿父就是过来看看你。阿父，在这个家里，还是你带娘娘最好。从今往后，娘娘不会再给你惹麻烦了，也不会让你给我收拾烂摊子。乖。袅袅一直都是阿福的骄傲。睡着了，便不动了。
吃点儿，那喝点儿。嗨，妹妹可是替我出了口恶气，你都没见着，那日亡灵啊，浑身泥浆，样子狼狈不堪。还有那玉昌郡主啊，明明都拆还靖乱了，还要假装端庄，可太好笑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站在那湖边儿。 我竟然都不知道我该先笑谁！哎呦，疼吧？让我看看。哎呀！哎呦！哦！二子，你能不能轻一点啊？我疼着呢。错了，我错了。看看啊。 哇，你阿母下手够狠的，怎么跟我大母跟我阿父一样心狠？你阿父那是活该的啊！你说什么呢？我是说这，我站着也是疼，我趴着更是疼。 我可太惨了，不过这说来也是奇怪哈，你阿母怎会知晓是你干的？你我如此亲厚，我都不知道此事。定是他搞的庄，我替他办成一事，他却出卖我。 简直毫无半点仗义可言。你说的是谁啊？煞神。林将军差人送来伤药，说是军中行刑后用的，保管女公子的伤三日后必能痊愈。他怎会知道我发生了何事？莫非？ 在我家安了眼线，少主公，这程娘子太不识好歹了，竟将你送的药给扔出来。你是因为近日萧世子不用你盯了，所以整日闲得发慌，蹲在女娘门口偷听吗？我就是好奇，稍微多待了这一小会儿。 少主公，那萧世子被咱们吓破了胆，最近连门都不敢出，别说是去寻欢作乐了。只要他不动作，这幕后之人便拿不到军械。圣上吸取那消息已经传出，我不信这幕后之人真的还坐得住。此次出行不会太平，暗中多布置一些人手，务必用最小的伤亡抓住他们的把柄。 是。那这药，你留着自己用吧。
伤，你要多吃些，千万别累着自己。你要仔细照顾好我家三郎。是，军姑。娘娘啊，你在路上多吃些啊，千万别累着自己啊。你可要照顾好我家袅袅啊。大兄放心。笑什么？娘娘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卜过卦了。你这一路上一定是逢凶化吉，什么也不用担心的。前途在先，至此离开家，能看到外面广阔天地，我也是愿意的。四兄、三兄，你们也莫要心急。若是外面天地当真是好，袅袅定会来信，要你们前去。届时我们三兄妹坐在一起，再不读什么神仙书，那真再好不过了。我们可等着那一天呢。袅袅，你在路上可要当心些啊。千万别记恨你阿母。阿父，阿父不必担心，此行我跟三叔父、三叔母一道，定会保重的。汤子，照顾好阿母。好，哎，上车吧。上车。上车吧。上车了。哎呀。一路保重。阿母，保重。哎呀，我的三郎啊，我的三郎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既然担心，为何不直接去送你公子？谁说我是来看他的？哦，我不过是要去程家的祖宅寻点旧物，碰巧路过罢了。是啊，女君还不巧，将跟随自己行军打仗的女婢全都送给了姬夫人随行，用来保护女公子。哦不，等一行人。心可真够狠的。其实女公子又何尝不像女君呢？心思最硬，气势最柔。